哎，阳光这么快就没了，享受又相见了的一种感觉。对，还想吃刘一手，那刘一手没有人，就是排上队哈，去了这家店，第一次来。他家店给人感觉虽然排队非常的快哈，之后里面的话大概长这个样子，之后觉得还挺气魄的那种感觉。这边的锅是一个小锅，之后大概就这么大，对，就手这么大。但是在最中间的时候去这些东西，这边有些小菜，嗯，花生米啊，黄瓜，干豆腐可以点个赞，还没吃，就是毛人不喜欢吃的，有魔芋，那什么魔芋丝，反正就瓜没了，现在就剩葡萄和橙子。反正大概这边的话，就是可能所有这些吧都会有一点。我配一个油碟好了，基本上就快上齐了，可以开始吃了。我现在把其中一个弄上，但另一个真的好难呐，干弄弄不上，真的是。啊！现在就是我把眼镜戴上了，完之后，我大概用了能有一个多小时吧，可能现在几点？一点，我用了大概一个小时。我现在戴上了之后，就是它那个度数比我现在眼睛的度数要清楚的多，所以我现在看东西就突清楚的感觉。这个真的特别可爱，完出来这个真的太可爱了，有没有？那圣诞老人。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你自己创一个合集，你就可以一直放着它，觉得挺舒服的。对。我发现这边有一个那边没有的，就是这个 Hello Kitty 啊，特别可爱 smoothing 它特别可爱，有没有？可以戳着玩儿。还有这种固定的，就是说啊，女孩子男孩子，特别可爱，没有眼睛。发现一家离这边非常近的一家的，进去瞅瞅。完之后首先说好像说餐厅开了，一会儿看能不能吃到肉丸，给大家看一下明显的标志，一看好进去看看。我给大家看从第一点进去，完自己莫名其妙的一段，大概就在这儿吧。完之后，对，这可以先去上洗手间，完之后从这边再上楼就好了。我想说这个有点可爱，刚刚还小狐狸的，可以放蜡烛。它这边有一个景，我觉得还挺自然的，就这个整个就本身是厨房嘛，加一点小锅具，完这出去它是真正的那个房子，所以觉得挺好看的。开心的是一家餐厅终于有了，就你可以在这边看看选什么东西，有苹果呀、三明治这些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cake 可以选择。这边坐着感觉吃饭特别的舒服，就是个美景的感觉。尝试一下蜜爆，看看跟下货这个味道一不一样。突然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，就是实际上它这边儿童套餐是3.99块，点了就刚才那个 fish and chips， 但实际上它原本这个是8.49块，所以实际上来说，就是不如点两份孩子套餐，哪怕有一个蜜爆都比这个会好一点。这边有这个整体的灯光，就放在这顶上，真的好好看呢、啊，就 starlight， 特别可爱。梦想实现了，有没有？你家差不多出来也是这个样子，完了之后就可以出门了。对，就也是先自选购的区域。整个这个 skyline 看起来还是挺好看的，就这边是应该是居民区这样子。虽然可能这边不是特别让生活，但这边有人就卷着那种篝火的感觉，挺帅的。嗯，之后这边星星比较明显，哎，对不起，我可怜的相机，大家可以自行想象一下星星的画面。完之后往这边看，就是非常薄弱的，这是 CN Tower。我们大概又走了可能5分钟吧，就它离这个 CN Tower 更近一些。好吧，我的摄像机可能还看不清，再给大家照着照。摄像机可能还是不太行，就 video 不太好，但能看这大概是 CN Tower 这个轮廓。哇，感觉不一样。所以可能说在这边就是那个 Central Island， 如果你往北就是南边走的话，可能看看大家，我以后一定有一个更好的像素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夜景。但是就是目前我来说，从左边看起来可能更近了一点。录一个就比较悲伤的点，就是大富翁他现在帮他来我这个合集嘛，完之后我实际上积攒了一些，但是后来昨天又去的时候才发现说实际上已经结束了，就有些东西没来得及开始就已经结束了。所以最后就没有一个成的。但如果真的让我选的话，我可能应该会选这个。但是实际上我挺想这个，这个应该会排第二。说实话，就这个钱都不一定比这个，我会先要这个。但这个也不错啦。对，哎，好吧，白日做梦一下，大家加油。
这个顶上有一粒芝麻的感觉，就像不像琥珀，特别好看。蘑菇的粥加点小菜 ，nice， 感觉有点鸡蛋，但是也给它个近景吧。看见小松鼠没有？哇，天哪，太 cute 了，有没有？哇，它竟然不跑，哦，跑了跑了。我黑头，有罪恶感就在前面这一页。最后一个一眼，点在这里，就是尝一下这个。好吧，刚给我姐姐做完这个贺卡，希望生日快乐。好吧，我又好长时间没来吃干煸，又吃了一次这个牛鞭味，它这里面的感觉比那边的要好哎，我觉得比那个Young Fish的感觉要好。反正他这边的话就是这边直接写上的，所以跟那种感觉不太一样，感觉你可以写你每天要多少个这样子。发现这个说错，他这个位置应该叫牛脊灼，不是牛鞭味，我记错位置了，就我看错那个名字了，所以对不起大家。上来的第一波，它的整体的状态真的太像牛鞭味，就哪怕这摆盘的东西也很像，白肉什么的。现在是都上全的样子，大概长这样。是它的甜点，一个甜点的味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最好吃的。第一个是这个抹茶的，之后只能说它抹茶味道非常的淡，基本几乎于没有抹茶味。它这个冰淇淋的话，就是跟那个海底捞是一样的，只有草莓味的味道，就是蛮草莓的，对，没有什么 expectation。我必也必说，就是说他家的那个香草冰淇淋，我真的不推荐，就是真的很难有我吃不了的冰淇淋，但这个冰淇淋真的有点不太好。面条突然觉得太幸福了，点个赞。怎么说，大家，我们就是种种子这条路越种越久，所以现在我们又更新一下，这是我刚吃完的火龙果，之后我把顶上和底下都差不多砍了到了一丢丢，之后就是按照 YouTube 的说法，我灌了三个牙签之后放在水里长。 I hope it come up with something， 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等一两个月再来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的 update， 它上次就是还没有长大嘛，你看现在就是已经有那种嫩芽在这边，这个可能就是当时的时候砍的比较深，就没有什么感觉，这个还不错。完了，我的小白菜也是，看看，哎呀，就开心。就是想说，就是你真的把它皮儿扒开，你能看到，就是它明显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棱在这边，所以你放筷子的时候要避开这个棱，这样子会更助于它生长。有时候真的想说，不是自己夸自己，但就是我真的很有 design 的天赋，有没有？啊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什么字儿？刚才已经按照那个东西把这个碗处理好，现在是沾油、黄油、佐料、面粉、香草青、面粉、糖、鸡蛋，我们现在把它组合一下。我真的不得不说，我真心觉得我太有这个天赋吗？我刚才闻了一下，就可能现在视频传不出来，真的很好闻，那种巧克力舒芙蕾的味道哇！这是我姐生日快乐的火锅曲，点个赞。好，现在是我姐的生日，有什么节日祝福想说的吗？自己生日，那必须得祝福我顺顺利利、健健康康，差不多行。好，现在开始许愿和吹蜡烛哈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西西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俺闭眼睛开始许愿，许几个来着？三个。我想给大家写一下我们学校是多么辛苦啊，就是真的不会做， I have not figured it out yet， 就是真的不会做。